大家好，这里是牛不拉，我是鸽子。后面呢，嫂姐她家有个对对，咱弄点青椒，弄一下，一会儿搁她家炒炒。好了，这弄了对对，炒辣椒，这辣椒得是熟的，搁里头油里头热热。螺丝是熟的，都不用热了。芝麻是生的，也得弄点热油弄一下。这也是生的，也得搁。这是花椒、八角、芦葵，都得热一下。咱一弄油吧，叫我剥螺丝。我这俩斤两。好，好，我要被钱转走了。我今天天气了吗，小哥？有点。不知道，这老孙是熟的。哎，这香着呢。盐，弄点盐。盐可了再蘸吗？可了再蘸吗？我少一半的盐。少入盐。那你少一点吧。少入。你都弄一半。走了，走。呀，你准备这儿了。好，你走过去。走。备料了。哎呀。备料了。是是是，对对。好了，人家不端上这了。弄的辣椒黄，俺哪弄的多少吃不了。哎呦，这锤这分量，感觉给我那分量。你就是点了条蒜椒，你就适合这大锤。这是对对，主要是个对对，这锤是个对对。他俩搁一块才是对对。嗯，这锤是叫个对对，这叫个对骨眼。哦。这意思，我还没你到了。咱们怎么坐了说得劲？哎呀，坐了站了说得不得劲。咱自家家的，有个墩儿就够了。给，好好好。让你那地里头出来时候有劲。走。你要缺了那青椒籽儿，越缺水它越黏。哎，越缺水它越香。它还香。是的。它出来有用不？那肯定。有用。哎，那早上再炸点花椒。炸了，炸了花椒，花椒八角。这玩意都有。那个好吃。哎。呱呱，你咬一口尝尝吧。咦，我不中，吃不了这辣椒。香着呢。不能怪香，老油黄就不敢吃。啊，真是可香可香了。嗯。主要咱长的料也多，螺丝儿呐，就缺个啥，缺个瓜子儿。瓜子儿还怪长胡家料，再搁咱那小蒜椒里缺水长里头也怪。那也怪。就这都够香了，就这一碗都是你的，你还想弄多事儿嘞你？那我叫你吃，你吃呗，你敢弄？我吃不成，你也想不了。我跟你说，再弄点螺丝儿，恐怕明年弄一大盆子来了。别长老多了，这没得手。现拿现拿的，但是我吃着了，跟你个人很好用。那放油我也不硬的慌啊！我听着吃不成，你顶是硬我不顶吧？那你这不硬的慌？放了香味儿，哎呀，炒点青椒，弄了点辣椒往里边炒炒。中了中了中了，好好好，好了，反正你吃的，你说中了就中。好了好了，这都看着呱呱真的。哎呀，你要不要现场的时候看到你嘴水都流出来了？没笑你的，你嘴水流出来了，你叫哈喇子流出来了，整整哈喇子。行，接着让我尝尝，还得帮助一会儿。嗯，弄了我腿。那这盆太大了，看着我真馅儿。嗯。好了，好了，关完还给它盖住。谁缺着了，就玩都别缺。拿点盐，它怎么这盆搁底下盖的？嗯，这盆搁底上盖的吧？这往这里跑啊？这不是有这样，就这样下。好，你还看那辣椒缺好啊，缺了那么细，这都是俺嫂子的。本期视频就到这里结束了，我们下期视频再见。